完整给他。明天你回我那儿还是回这儿？明天上班。对啊，明天上完班啊。改呀，明天你不放假吗？放呀。那你就回这儿呗。那也要去我那儿住一下，才能带你去吃好吃的。那狗咋整啊？我晚上给你遛完的。遛完呢？遛完之后就可以那个了。那明天我得起早。为啥？这是我在你那睡完，然后我得起早回来。起早回来没事。狗一晚上不拉尿就不行啊。那还是回你这儿吧。那你这样子跑你还辛苦啊。估计你明天会喝很多。是什么？是什么？估计会喝很多。咱也去吗？明天去，后天，星期六。还抹它，臭！狗一摸可臭可臭。你得洗澡吧。等我回来的。下周的天冷了，这两周。今天好热呀。对啊，今天还出了太阳。是好热呀。你身上味儿好大呀，哥们。明天你也可以给他洗，明天天气也好，最近这几天都是天热的。你味儿好大呀，哥们儿。无能给我的。干啥呀？一天一天的味儿越来越重。
哎呀，哎呀妈，完了，废了。哎，我压压扁了，不是，冒肠子了。怎么抢我手机呀、啊、你对啊哎呀这有啥、啊、那你也别怼脸了你那我拿远一点那我射死了我靠多可爱啊这哪有射死嗯都好我不想动的下午你给他那个搬过也搬了，我搬到三四点钟。没请人帮你搬吗？请啊，我就来回跑。在家没休息好，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感觉心脏特别不舒服。怎么了？你不说。没有，就是闹铃，突然就心就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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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慌。是我的闹铃吗？是啊。我的。嗯。我的它响了，我就关了。是啊。很正常。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就是因为有时候会被吓到，就是没反应过来，没想到，所以说。很正常。你没有那么早起过吗？大部分时间。早上起来吵到你了。也不会。刚开始那会我会，就是我也会心跳很快，慢慢习惯了。我都睡着了，他睡着了。一应该怎么睡觉啊？一应该怎么睡？一应该怎么睡？嗯。四仰八叉睡。哦。不是。不能给我为什么我一打哈欠就像岔气的一样气道太短气道太短嗯那怎么能接一块儿啊减肥就不打哈欠、啊、减肥哦嗯那我减不了了我这都已经够瘦了瘦会儿每次我一伸懒腰就容易就是那种岔气的感觉就是那个气顺不上来是不是是这儿这儿就特别疼痛这儿嗯对然后我就这个姿势我就赶紧得换成这个姿势就好了抽筋儿吧你这嗯那就是你，那就是你，你那个。哎呀，好少。不是你，不是你这个位置，他，你那个位置就是你，因为你长就是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你却突然就没拉伸好嘛。嗯。抽筋儿了呗。嗯。
你别睡着了。嗯。你家女睡着了。你给我按按腿。好好按啊。对，哎呦，哎呦，哎呦，这回就因为我们东北话叫媳妇儿，什么？媳妇儿，媳妇儿，是舒服的意思吗？就是，就是夕阳，就是，就东北话，我就是。反正就是养的意思。哦、就是。我也不知道东北话怎么讲了，我都忘了。得劲儿。你说过一段时间啊。嗯，过一段时间盖这被子都热了，开空调啊。不过下周二冷，冷四五天了。我觉得今天就应该开空调了。今天不至于吧？它晚上还是有点凉的。你这里靠山，你这里靠山晚上。早上出去的时候有点凉，特别早的时候。哦。痛吗？又痛又痒。找到点了，你说。哎呦，这直播怎么越来越说的越来越不正经了？什么？摸到了吗？摸什么？把黄哥死了吧？就学学那个中医按摩。我们那有康复科。对啊。我们那儿，我们那儿。肌肉开背。我们那儿，我们那儿的康复科、按摩科还挺，还蛮贵的，都是机器操作。哦。那天我看了一下那个，给断，就是一个，那个。那个层次上面的人开的单，然后我看了一下。哪个层次啊？就是能说吗？有钱啊？不是，是政治，不是政。那不能说。的那个官儿，反正是官儿开的那个单儿。然后呢，他按四样东西就900多，就按颈椎。嗯。然后颈椎，然后腰啊什么的，妈呀，真赚钱！鼻耳鼻喉，鼻耳鼻喉科，比口腔科都赚。那很累啊。那有啥累的？他基本上都是靠机器按的、哦，开机器，然后手按的他不多。
干这行多久了？两年。为什么要干这行？为什么要干这行？嗯，没有为什么。是因为缺钱吗？你做啥工作不是为了赚钱呀？我又赚的不多，我为了钱吗？你按摩能赚多少钱？你们一个钟你们能出多少钱？我们一个钟啊，我们一个钟90分钟就按正常来说嘛，就298块钱，然后呢有时候客人可以给小费，给50、100不到，一不等。你一天能按几？一天有客人来的话，好的生意好的时候能按10几个吧，生意不好的时候可能就按4、5个左右吧。还挺辛苦哈。是，还行吧。你这样我现在也找工作，要不我跟你干吧。这个力度可以吗？再给点劲儿，使劲儿。那按是可以按，就得多收，得多收，得多收费。那主要是看你按哪，得有不同的价格。按那里。这个没有。按那里得看是用哪个部位来帮你按，这价位也不同啊。那这大夫不正经，你们想啥呢？是不同的仪器给你按的，按的价格也不一样。拍背，拍，就拍。这是我拍你的那个镜头，对，对，妈，爽不爽？对，哎，这个刀，拍，打死我快，打死我，兄弟打我，给你吹一吹。哎呀，提示了，对呀，肯定会提示啊，行了，不能再那么放肆了。嗯，嗯，到9:30了吗？没呢，9:52。9:30我出门。你要去看一下那些布置好了没？是吗？今天得敬酒啊，今天得那个上周五、周六的酒。他们新来的，嗯，我能不能没问候的去看一眼？嗯，他要去酒，他要去店里。看看小大夫，不给看。
这啥呀？什么在响？洗衣机。嗯。妈呀，这洗衣机，你往里面放多少斤的衣服？能响成这样？在脱水。你是放了很多吗？没有。那你是放了什么很重的东西吗？脱水啊，太快了。你设置了多少转？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我们来说方言吧，我教你一句方言，你教我一句方言。嗯。嗯。老得劲儿了。这不算方言啊，这都能听懂。嗯。吃饭了怎么说？你瞅你头都干粘了似的，你赶紧那个蹭一蹭吧。哈？你瞅你头发跟干粘了似的，你赶紧蹭一蹭吧。我的头发，这是我再说一遍。你瞅你头发跟干粘了似的，你赶紧去蹭一蹭吧。意思就是说我的头发特别的乱，然后要去洗一洗，是吗？嗯。干粘了。干粘了。你今日饮咗未啊？什么？你今日饮咗未啊？什么？你今日养着没？你肝炎养了没啊？不对，你肝炎养着没？就是你今天喝了没？啊，饮了没？嗯，你肝炎养着没？你肝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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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着没？你肝炎？你啊，肝肝不是肝，是肝，不是。你肝炎养咗未啊？养咗未啊？差不多。养咗未啊？嗯，差不多。阳寿没？这阴寿没啊？嗯嗯。阳寿没啊？阳寿没？你没？没？你没？给你。是。你给你是。是。啊，不对，不能这么。你给你吃饭，你给你吃饭，嗯，应该换一个路。嗯。阿能吃饭。什么？阿能吃饭。阿能吃饭。阿能的意思就是语气词，就后面的吃就是吃饭了。就是说你今天吃，就是说你吃饭了没有？哦，我觉得粤语很难的。客家话不更难？客家话是什么话啊？客家话就是方言，就是我们那边的方言。还有我们东北话好吃，老逼灯。
老逼灯都能听懂啊。嗯，老得劲儿的。我们有个同事就是东北的嘛，他就是经常就是讲这些有趣的方言，然后呢我们就跟着学，然后闹着玩。给我弄哭了，他没哭。哭啥呀？好想被弄哭哦。亲一个，不亲。我们都是咧咧咧。我们都是捋捋捋，我们不亲。嗯。你看你那个香薰，它一喷出来，它就给你把它给吸走，转化了。那为什么要浪费我的香薰？它有这个是很贵的，这不小米的吗？长得一瓶那个79，一瓶香薰贵，它其实机器不贵。就79一瓶吗？它其实就是卖香薰，就像小米牙刷，它就是卖牙刷头，都算。牙刷头也不贵啊。咋不贵呢？看着买的那个，也是，看你买的那个好的话就贵。我那都不好啊。它就是一个震动，其他模式你也用不到。就除非它是一些震动的大小，其实没必要过于太震，就适合自己的就行。傻大夫，抖音吗？没有抖音。他被我弄哭了。朋友，你要来看我。我好困。怎么弄哭的？粤语用说老婆怎么说呀？粤语说老婆叫老婆，你拍他一下，他就好了。拍他一下，你看他亮。你这个充电宝欠揍的。老婆，我广东人。老婆，
楼婆。嗯，一般我们叫楼婆。对，不过也差不多这么叫。跟我学楼公。学不了，叫不出口。我家有个小狗，养了十多年了。嗯。然后在哈尔滨养的，然后它起名叫靓仔吧。然后呢？然后最近不是搬家搬过来了吗？嗯。然后就是，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我妈他们去碧波花园那个家。嗯。就是他们要回惠州，然后这狗呢就在路上就走走走走走，然后就不回来，然后我妈就在那喊。就在那喊靓仔快回来靓仔，然后那个就是快递员就一直看我妈。我说你们在广东不要喊。真会取名啊，谁也没想到我们会来广州啊，广东啊。你们之前也叫靓仔吗？就是你们之前会习惯吗？之前就是比如说你不知道他怎么称呼吗、嗯、就会叫你靓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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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靓仔这个几钱呢、啊、靓仔。哎呀现在已经很久人很多人都没有叫过靓仔了。靓仔。靓仔，靓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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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靓靓靓女。我也准备叫老板，还有机会吗？啊？老板就叫做，老板是不是叫做老塞？你们不是很洋气的吗？那我们不洋气。香港那边都是楼塞，对，老板就叫做楼塞。香港那边是，他们是，对，他们那边的粤语跟他们那边的粤语跟我们这边广东的粤语是不一样的。他们会夹杂的英文，然后还有一些。嗯，还有一些讲的一些东西，他们是、啊、还有一些不耐烦。阿婶儿，就那样。对，像我们这边，比如说鸡翅，就是讲 gay， 然后他们那边就是讲什么来着？反正是另一种，忘记了。好困啊！你去店里要弄多久？没，不用弄多久。那你就弄完早点回来睡觉，回来休息。Chicken， 对对对，他们那边那个鸡翅就叫做 Chicken。好洋气的。然后草莓，我们那边不是草莓，然后他们那边叫做西多贝雷。好洋气的。西多贝雷。你说这是不是缘分？我一个东北小孩儿，来到深圳，认识了一个河源人。其实想想好像还真是哈，多神奇啊。你像之前中国多大呀，像之前真是真是
真的是没有想到，嗯，就因为然后你第一次来，然后呢就预计就本来我那天是不，因为我从来没去过酒吧那时候。哦，怪不得你低头在那块。对，我那时候其实然后呢我也不懂，我就在那也无聊，我就在那玩手机，然后呢就第一次就拍，然后就第一次那时候就这样子阴差阳错的就又遇到。他说不能长期仰卧侧卧在床，多数次睡觉或者不宜直播姿势将被断，就是说你不能其实刚刚说那些就是没有事，就是你不能睡，不能播你睡觉。那我要这么坐着，大家看到我穿的那个Fendi的睡裤怎么办？那就坐着，因为现在抖音在打击那个炫富。我要拉屎，去呗。你不拿个盆？我给你拿个盆，你自己。我来，最多给你开个门。摇摇欲睡，一才十一点，九点十一分，十一分。嗯，看那个就是那个宠物，波什么？对，是不是就是这样？你信不信我出来出去回再回来一点都不困了，又熬到半夜。那你别去了，让他们搞吧，你明天早点去。明天我要跟我的房东们吃饭，去退押金。这你退不知道能退多少。你不能直接手上就几，哦，你要去过去实地那里看是吧？对啊，你得交钥匙。那也不用多久啊，你早点你约个下午的时间呗。他只有中午有时间。那你中午有时间，那你就中午去完之后，那你回来，那也还好，你这个时间。我没说时间不好。对，那有啥呀？你起来，我要拉床。不一会儿吧。谁？神经病！啊？你说啥？过来，Monkey。
看看小大夫。不是，我哪像大鹏，差那么多。不出去，去哪呢？像恒宝，我也不像恒宝。我不建议你们说，我不建议你们说这些，说啥是啥。老婆啊老狗，佢带带出去去行啊！哎呀，我也穿个衣服，外面冷。老婆啊，你那个厨房那个也要丢掉，会臭的掉。老婆啊。设置吗？不会，就想一会儿。对，就想一会儿。第三季会有我吗？你得问他呀。哎呀，第三季不会有我，放心吧。投资都没了。投资都被我叫。楼。叫。